这边吉利又招到了年轻美少女的吸管了，有六位美女。有很年轻吗？几岁？六位。大家记得住这些新进入演艺圈的女生的名字呢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由小 S 来看一下啊、在那个奇怪的小，我们怎么会说是一个天使啊？是天鹅，刚才没拿出来，现在拿出来。刚才那个手指。踢腿，天鹅湖踢腿。在我们康熙天鹅的上方呢，有2、4、6、7七个男生的名字啊，那他们都是在座的这些小女生当中某一个的绯闻对象。真的？哎，所以请你你觉得我们先来追究谁呢？你从这几个名字当中先选一个来吧。我选一个我比较 care 的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周杰伦好了。好，那个天鹅，请把周杰伦的牌子拿过来。你快一点。以我对周杰伦的认识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是，因为他喜欢就是五官要有点少女，可是少女之余又要有一点点女人味。吴雅欣有跟周杰伦传绯闻吗？没有啊。有就说啊。没有没关系，有就有啊。曾经被报道过跟周杰伦传绯闻是哪一位，请自己举手。是你？对。怎样啊？不像是周杰伦会喜欢的类型。 OK、我觉得他还比较像是小猪会喜欢的吧。所以你要把罗志祥派给他，是不是？罗志祥我觉得应该是他。好，天鹅麻烦把罗志祥拿过来。好，这次换你拿哈，来夹好。天鹅不拿，他是拿的，我拿，他是不拿。你不拿。好，所以罗志祥要派给何婉婷，帮我拿给何婉婷。来交给何婉婷哈。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讲今天这个派绯闻的游戏呢，很吊诡性，是有的一个人要处理到2到3个绯闻对象，有的一个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是可以复选的哈。OK 好。那接下来 NoNo 好不好？来 ，NoNo 徐弟弟你要把它派。卓永宁。解释一下。我没有在说你本身是有具有什么邪精或乡土味，而是你这种女人味是 NoNo 会喜欢。因为他这种艳丽型的是 NoNo 喜欢的。对，还有 Amber 我也想要给 NoNo。 你们两个 share 一张，你们各撕一个 NoNo， 各撕一个 NoNo， 我帮你们抢。我觉得吴雅欣也很像。要三张。三张的。对对对，三张要早讲嘛。你要把阿庆派给谁？阿庆有在传绯闻吗？就这事情还蛮有趣的。我没有很 care 他传绯闻的。他不是大概以你在演艺圈的智慧来判断好了。好了，周小涵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感觉淡淡的嘛，就是好像与世无争那种感觉。所以他们都是世外高人。对。天鹅。好，还剩下郭品超，你要派给谁？我觉得吴雅欣。哎、真的吗？他这么讨喜啊。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男生会喜欢的样子。好，哎，你戏份可不可以加快一点？歌手张栋梁。张栋梁的话，我给周小涵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是明道。好，明道你要派给谁？谁？明道，我跟他好不熟哦。这样子。好了，吴雅欣好了。哇。吴雅欣身高很多，好多。然后在你心目中，林爱维就是一个无绯闻的人。林爱维哥们一起打个篮球啦，打个保龄啊。好，那好，吴雅欣这几个人当中，谁是真的你有被报道过的？林道郭品超。哇，看我多会猜。你怎么那么准啊？因为他是通杀的。这两个都跟你一起拍偶像剧吗？结果两个都真的在追你吗？没有啦，追你的是都没有追啦。有没有一起出去约会过？没有。拖这么久。
好是有大堆头出去吗？嗯，大堆头是跟哪一个出去？跟剧组的人一起出去。哦，所以明道跟郭品超都有。所以两位比较哪一位偏向你会喜欢的？应该是结婚的对象，应该是谈恋爱的对象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结婚的对象。为什么郭品超是结婚的对象？因为他比较稳定的感觉。嗯。然后为什么明道是谈恋爱的？他比较会让大家快乐之类的，他会逗你开心。可是不适合结婚。對對對對，不适合。为什么？比较没有安全感。会很爱乱玩吗？要问他本人。请问你们六位当中是谁跟明道拍戏拍到哭的？有一场是强暴戏。就明道要强暴你？不然呢？就跳过来。不是，因为我没想到明道会接这种戏耶。而且因为那一天刚好全部都是拍哭的戏比较居多，然后就是哭蛮惨，然后没办法停住，可能因为快杀青了吧，就是也是舍不得心态。对啊，其实强暴的时候反而没有哭，因为哭不出来，所以大家已经是感情变很好。对对对，很好。所以明道跟郭品超这两个明星跟你传绯闻的时候，哪一个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你比较高兴？还是都高兴？啊，都高兴。你身边的姐妹她有为谁而尖叫说啊，你跟她传绯闻？都有啊，就是朋友，就我朋友他们都很喜欢。OK。都喜欢他们。嗯。罗婉婷跟周杰伦的事情是真的被拍到照片，我都拍到。是因为你们一起合作吗？没有，只是那一天是我是跟婉菲吃饭，还有刘畊宏吃饭，然后他只是中途来而已，这样。所以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？不是。那现在被拍到怎么办？嗯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啊。OK。我觉得我下次问王婉菲好了，婉菲超容易讲出真话。对，尤其他现在结了婚，只能认错出去。好，你手上的牌除了周杰伦之外，还有罗志祥。罗志祥是你的绯闻对象吗？我跟他完全不认识。没有传过。没有。OK， 所以请问罗志祥是跟在座哪一位传？Amber， 对吧？你不是罗志祥会喜欢的型啊。有传过一些绯闻吧？什么机会啊？你也不需要为上节目说谎好了。你怎么有机会认识罗志祥？就是他在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篮球火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然后有去探班，然后就有传到一些绯闻，所以一周刊偷拍这样。你跟罗志祥没有那么熟。我真的我不，你离我好远的，我不了解他了。Amber， 你可不可以站一下？我看你多高，好不好？你多高？175cm 是公分，公分，对，175公分比罗志祥差不多，差不多吗？对，而且他看起来并不会有压迫感。对 ，Amber， 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马来西亚人。那罗志祥在马来西亚？非常的红，非常有名嘛。对，你们两位也非常的红，因为康熙来了，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是收视率蛮高的。对啊，他这个人还蛮狡猾的。现在把我们俩拖下水，刚才前面也要说比我老，你看整个人很会做人哎，其他人学着点。这个是微风广场新的代言人吗？对对，还有奥黛丽，就是okay. 在前几天才完成。微风不是跟你很熟吗？